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何阻止我选其他人？微臣，微臣，以你从前心里对我有愧，你从前心里对我有愧，你以你从前心里对我有愧，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让你如今又反在我手里，怎么，不敢承认？ 是，我是对你有愧，但你就无愧于我吗？从前那些破事，吵了20年都没个结果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今天你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18岁的你。只是看看。不然呢？ 也想再帮一下殿下，那你可真会帮，把父皇给我的人选帮到只剩你自己。是我不该插手公主之事，但我也是诚心希望公主日后能够过得好。这一点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都没变过。你希望我过得好，就是。 我也杀了他，也算是两清了吧。文轩。 紧张什么？我不紧张啊，我只是在想，怎么自证清白？什么清白？我是想着我怎么告诉你，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。我知道，我还没到你做了什么都没感觉的程度。李荣，你好歹是一国公主，你说话能不能矜持点？
这大年纪的撞什么情书？裴大人，这有些事儿可想清楚了。上回，那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 你就在这候着吧，需要你再说。是。儿臣见过母后，母后千岁千岁，千千岁。我听说昨天夜里，你和裴文轩在一起。是。你的婚事。 你打算如何处置？敢问母后觉得女儿该如何处置？你有主意？难道母后没有？女儿是想听听母后的想法。本宫欲将你。 嫁给杨泉，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去找清真者？以后再说吧。本来以为和从前都一样，但仔细想想。 我们成婚之前，你跟苏荣清的媒这档子事，所以啊，这位置的变数还很多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劝你，要管早管，宫里不适合的，别让他进宫。知道。不过你倒是难得说句好话。你这个人也是好笑。 那怎么我说好话你还不爱听呢？哎，我可没说不爱听啊，只是有点不习惯。本来也没打算说的，但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，你来救我，虽然帮了倒忙，但这个心意我领了。很多事情，我确实做的也不好，我有责任。 文轩，从前的事儿，我们不要再讨论。能不能答应我，在这儿，咱们别再当仇敌？嗯。